早安世界，我们准备要去关单啦。嗨 YBB， 开心吗？有紧张说要去关单吗？很开心。我没有拍到你内衣哦，不过现在有。关单 CD 摩间。拜。拜。热气，买这先，不够水。GPS。假的精。First time ever。关单。GG， 可弟彤彤为什么还不要来？已经很多人了。他们都在跟着。大家晚上好。你看还画出来了，哇，画得好快耶！刚才我们的自拍已经画出来了。这两个人拍照拍到一半跑掉，梁毅是更厉害，还没有开始拍就跑掉了。没有，我加成嘞，我需要休息。对，你讲好了一起来关单的，结果这两个绕跑啊。没有，我拍到九点多啊，然后那些人都跑去你们那边了。没有，我第一次来关单，第一次来关单迷路去啊。黎明终于到了黎明村。Yes.Hello, morning, morning, madam. 哦 no. 三姐。Oh my, 你还按着我的头贴呢？你。小范在左边呢。哎，不要，哎，多冰呢 ，brother。我老哎。你要给我牵手的。耶、yeah! ！啊，明浩快过你呀、啊，惨了你。做单人不是快就是好的。哎，小心！杨宝贝去坐的那是步步车。No， 有生命危险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死于丹尼斯。好了，仔，为什么你要带坏妹子？这是要带坏我吗？他带我要头发亮亮。我可以这样子拍你耶，我这样子就不能拍周正娜。他是用汽水做底。这样我要来一个啦。好，可以。哇，这个 Dennis 在做梦 ，Dennis。为什么你会复活？是不是你刚才死掉？弟弟好啊，你刚刚一零。你怕蟑螂吗，小弟弟？我怕，我只会用手来拍死他。这个哥哥怕蟑螂啊。杨宝贝叫的很煞鸡丁。哦，你不要给小孩子欺负啊！我跟你讲。你们记得他在 YouTube 做什么的吗？做史莱姆。哦，史莱姆。那么杨宝贝在 YouTube 做什么的？不懂。你们还有喜欢看我怎样的影片吗？还有洗头。洗头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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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妈妈心酸的感觉是这么舒服，哇哦，我只想去完全不看，哇哦，这种心情莫名感动 baby。 谢谢你送给我们这样漂亮的空瓶子。彩虹下的约定，出门就带这样多奢侈品，算今个人坏去了。哇，算了，这个第一个是不一样的经验哦，一边就是下水哦，我有点担心 Cody 呗。走开！哦，现在我们来吃豆花。是等你不会来的嘛？拍照问他是不是他了。兰花豆腐花。
来，准备摆 pose。可惜我们没有。哎，小姐好像还扶你这样哎，不是你扶他嘞。什么 video 来的？白冰刷的 MV。白冰刷 MV。这到底什么鬼来的？你觉得怎样那个 MV？ 没有。你问姐姐。什么？姐姐，你觉得那个 MV 怎样？因为我刚好遇见你。有一天我飞了，我希望你们还会喜欢我。嗯，好吃。Morning， 难得今天六点半我们能醒。哎，这个是 Clarence， 他有叫我们醒哦。这个是 YBB， 他只是负责醒不了。哥，还有一个 Dennis 在里面冲着凉。不过现在我们就要去看 Cody 他们醒了没有。如果他们还没有醒，我就用我的爱来吵醒他们。Morning， 小明。Oh no， 我们的 Cody 还在睡。你终于醒了，雨虹。Yeah， nice。早安。早安 ，Morning。六点半不是差不多要睡觉的时间吗？平时。能够醒来已经是一个奇迹。我弟的头发已经乱到好像草了这样。你第一次这样子爬上去是吗？好像猪这样带你去卖羊啦，你是羊。我要有风啊，有那个 roller coaster 一点点。啊，你们现在刚开始很兴奋啊，等一下，哇，这里的风景很漂亮哎！他给我们这个桌蹦桌么用啊？这个桌。这里只是一个休息站，一个厕所，有猪拖鞋给你们上厕所用嘛。我多么希望他放几只木棍在中间之类的。看不到下面是什么，不可以乱猜。我们抓住前面的人。哎，他们更聪明哎，他们直接抓绳子哎。这里的石头真的是很难走，穿拖鞋不适合走这种地方。不过穿包鞋的话又过不了那条河，所以要带两双鞋又很麻烦。所以大家要穿拖鞋。经历了这样多辛辛苦苦的路，我们终于看到这个瀑布啊！哎呦，没有带重，有带重飞上去了咯。那边是哦，要等那高高才可以啊。哦，这个它是上。公鸡来这边做吗？为什么这边有公鸡啊？是人家带来吃的是吗？叫公鸡过来。高高高。Nice， 这里有卡米可以吃。在身上面就没了。耶，我拿的 waterproof camera 下去水啊。哇 ，Dennis， 彩虹有出来一点了。如果你们有看到的话，看到吗？在 Dennis 那边，很浅很浅。你看后面这彩。哇！我们带有两架drone来，两架都用不到，两架都用不到。我的 Mavic 也出问题，他们的 Phantom 也 set up 不到。我们一起去买 Spark， OK 吗？回来去就去买。我要你们，我们会去买 Spark。现在10:17，我们差不多要下山了。
因为太阳出来了，开始晒了。小心啊！下山的 footage 我们就没有拍这样多，因为是差不多同样的东西，我们就在外面见了。什么？你们怎么走回来了？你 OK 吗？你 OK 吗？你 OK 吗？这样痛啊？很痛啊！哎，你真的要去看 Daniel 啊？终于差不多走出来了，累啊！累啊！我们又来吃豆花啦，很想念它的豆花，真的是很好吃哦。哟哟，西哥，终于回到家了，大家累到半命，我也很累啊。不过想要躺在床上又不可以，因为身体很黏，所以就直接躺。哎，地上啊！我现在等着你出来，等你再冲凉。他第一个冲进去冲凉。他从老远带一个 drone 过来，这次的 trip 怎样都要有一个 drone shot。也是有带 drone 不过我的 drone 坏了，很可惜。老天好像不作美，要下雨了，地上雨滴到完了。嗯哼哼。这次的 drone shot 没有这样顺利，因为天气有一点暗，有一点下雨，过后有一点迟啊，过后又有车会一直过一直过这样子。有 extra battery 吗？还是只有一粒 battery 吧？两粒 battery， 但是两粒都没有电。哦，终于废啦。OK， 就在这边，我们从这边拍，从这边拍。OK， 要准备好了，等下要开拍了。我们要拍这一个 shot 的时候，遇到一辆 lorry 慢慢倒垃圾，一间一间倒，卡住我们的车。昨天明浩哥流伤了腿，今天大我扶着他慢慢走路，怎么办？这个画面似曾相识，似曾相识，好巧。要拍的时候突然间下雨啊，不能拍 LGG。我就不跑啊！他舍不得这里的美景哦。昨天各种不甘。等一下，你头发厚是吗？哎，又没有了哎。所以开始收拾啦。我们的 Dennis 带东西很少，所以好像没有收拾到，就收拾好了。Hello， 还知道下雨。哇，从黎明离开过后的第一餐。我们的 Dennis 突然间他的。不要怀疑我。拜拜。哥，你的手有比较好吗？好啊，那样。Oh, welcome back. OK 嘛，明天我们去看医生。那你放在底下面，或者这里给我们的视频到那些，那么，或者我们下个礼拜再见。好了，关灯了 ，vlog 就到这里啊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这里订阅我哦。那么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Hello。那你 sleep， 你做梦。哇，这么用啊！我们每一个拿你来做 ending。